错了一眼，恐怕天色就要亮了。我开始有点明白，我们的爱也要散了。你像过去那样走来，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。你的温柔其实无道，要我换你怎样的笑？我明明都知道，这将是最后的拥抱。你给我一个圈套，我不能跳，不能遁逃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？我想留到你想忘掉，曾经幸福的、痛苦的、该你的、该我的，都自一笔勾销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？不痛的人不受煎熬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，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。手走的路，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。虽然我有负于你，可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谅解。我求师兄成全。好吧，你去找他吧。多谢师兄。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舒服啊！喂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？哎，这是谁的坟呢？花皇后之墓。啊？是花大姐的坟。真没想到，这乱世之中还有这样的好人，愿意给一个乞丐收拾安坟的。嗯。等等等，花大姐是为你而死的，快给她磕几个响头。我们也磕。哦。大姐，我们终于回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会寂寞了。霍皇后，我以后会每天都来给你磕头，感谢你救了我这条小命。哎，哎，大家都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哎，不要一副哭丧的脸嘛，皇后看到了也会不高兴的。他一向都讨厌我们好吃懒做，我们应该振作起来，闯出一番事业给皇后看。喂，乞丐能有什么事业啊？我知道，哼，就是从小乞丐做到大乞丐，从大乞丐做到老乞丐。你给我闭嘴！难道我们除了做乞丐以外，就不能做点别的了？哼！哎，我也想当大爷，当老板，恐怕这辈子咱们是没希望了。真是人不要脸，鬼见了都怕，还笑得出来？喂，你想让我们哭啊？我们练了那么长时间的杂耍了，我们可以自己开杂耍班啊。哎，芹菜说的有道理，
我们可以像师傅一样靠本事赚钱啊。嗯，我和二蛋的把戏在咸阳多受欢迎啊。是啊是啊，说的容易，可要办杂耍班，买家伙买道具都需要钱，这是钱从哪来呢？那谢叔给我们的钱呢？对呀、啊、你们一路上又吃又喝的，金山银山也被你们吃垮了。哇，哎，有办法有办法，没关系，从明天开始啊，我们就努力乞讨，省吃俭用，总有一天、啊、会成功的。秦武帝，秦武帝，啊，喝酒伤肝，不喝伤心。来，我陪你喝几杯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既然心烦意乱，又怎么能够静得下来呢？哥呀，对你一向很器重，听说了你的事儿以后，立刻要去找裴兄弟兴师问罪，并有意将他和柳絮逐出瓦岗寨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我知道你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了，所以我已说服大哥不要插手。多谢军师。不必谢我，我这么做的目的完全是从大局着想啊。秦琼因私忘公，确实糊涂。你不必这样讲，换作我呀，也许比你还要冲动。只是现在结盟在即，如果发生内讧，势必影响很大。军师请放心，秦琼已经想开了，不会再做纠缠。既然看得这么开，又何必借酒浇愁呢？啊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，如果拿得起却放不下，那岂不是失了里子又丢了面子吗？哎，小姐，你来过饭局吗？你好，哎，大哥，你好，可怜可怜我吧。你好，哎，大姐啊，哎，大姐啊，求求你啊，哎，你来过饭局好吗？哎，求求你了，哎，谢谢谢谢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们看啊，财神来了啊！好啊，财神爷，财神爷，战战，你们不是逃命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那个皇帝啊，移驾江都，长安安全呢。你这个鬼精灵！那些大小太监和小皇子们都好吗？皇上和刘公公不在，他们可玩疯了。不过偶尔还会想起你们。他们还记得我呀？是啊，你在宫里净找战。他们呢？他们当然会想起你了。原来他们还挺念旧的哦。啊，最念旧的人呢、啊，应该是财神爷才对呀、啊。想当初啊，你对蛋蛋那才是最好的啊。是，哎，这还用说吗？花皇后横死街头啊，还是我花了二两银子替她收的尸呢。啊，我们替皇后向你磕头谢恩了。谢谢谢谢，客气了，客气了，客气，谢谢，来来来来，起来起来。我就做了一点点小事，你们何必行此大礼啊？哎呀，对你来说是小事，我们却认为是大功德呀。你想想看，除了你之外呢，还有谁能够替我们乞丐收尸呢？啊，就是，我就做了那么一点小事，你们这么说，多让我难为情啊！你好事做多了，你就习惯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呀，对。现在呢？你又有机会做好事了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原来说了这么半天，你们是在捉弄我。没有，千万不要误会啊。其实我们呢，够了，实际上我也没赏钱给你们。哎，刚才说你是个念旧的人呢，这么快就变了？就是嘛，我们又没有伸手管你要钱呢。你们不要钱跟我们问钱干什么？我们只是想跟你借钱，借钱。乞丐借钱，那肯定是有去无回呀、啊。只要你肯借，我们就不是乞丐了，自然有去无回。是、啊、是、啊。这样吧，你们啊，说出个道理来，我呀还可以考虑考虑。啊，我们这一趟学了耍杂技，想开班子卖艺。如果你肯借我们本钱，以后赚的我们分你一半。对，分你一半，分你一半。我怎么知道你们有什么本事啊？能不能让我看一看？求你了，相信吧！帮帮忙，帮帮忙，说点正事吧！相信吧！
谢谢你啊，求求你们，也让我看看，帮帮忙吧，就帮帮善事。我没钱，我没钱，哎呀，我没钱，哎，别跪下，我真没钱，我别去，我真没钱呀。洛阳王，请坐，请，请，请。洛阳王为了天下苍生，不惜饱受颠簸之苦，前来与我们结盟，确实令人可敬可佩啊。只要我们能够达成协议，一举铲除昏君，那么受什么样的苦也是值得的。不知道洛阳王对结盟之事有何高见？好，不敢。我想只要双方出自诚心，同心协力，那么其他的问题就不必讨论了吧。洛阳王果然快人快语，不错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只要大家都有此共识，洛阳王认为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？李渊已经起兵，似乎志在攻破长安，所以依本王之见，我们应该直取江都。杨广一驾江都，朝中大将多数相随，一直长安有如空城，李渊趁机进攻确实是高招啊。就算他攻破了长安，可是他没有传国玉玺也无法称帝，所以洛阳王才会提议全力攻打江都，杀杨广，夺玉玺。这虽然是一步险棋，却不得不走。大哥认为如何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杨广这个狗皇帝，就算再危险也要拼一拼。既然大哥同意，我们就全力进攻。好，本王现在就回去调兵遣将，20日之后我们在临阳关外会师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们笑得开心，看得满意啊！也别忘了多给点赏钱，让我们吃顿饱饭啊！明天有更精彩的节目啊！哎，来来来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哦，多谢，多谢啊！哦，多谢，谢谢，谢谢！哎，谢谢，谢谢！哦，多谢，多谢！谢谢，谢谢！哎，谢谢，哎，多谢，多谢！哎，谢谢，谢谢！谢谢，谢谢！啊，哎呦，这么多钱呐！分钱了，分钱了！我啊，好。我来分，这个是你们的，这个呢是我的。哎，好好好啊，这个呢是你们的，这个再给你们，这是我的。这太不公平了！哎，别吵别吵，这怎么不公平了？这本钱是我出的，我当然得多分点了。好好好，就算了，如果他不出本钱的话，靠我们沿街乞讨，一天也赚不了这么多呀啊！哎，还是二蛋聪明。蛋蛋，你呀得懂得知足。那我们要是把一天挣的钱全都分给你，你是不是觉得二蛋会更聪明？就是，别生气，我们争来争去有什么用啊？我觉得大家得多想点办法，多挣点钱才是真的嘛。哼，挣得多，分得少，那才没意思呢。哎呀，就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蛋蛋，以后啊，我不分那么多了，多挣点，咱们大家平均分，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好吧，哎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你说，什么办法？你呢，就从宫里啊把那些太监呐、宫女啊全都带出来，他们一定不好意思少给赏钱的。好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好。好，对啊，这些公公啊平时进的多出的少，一定有钱的。既然他们舍不得花，我们就替他们花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太好了。我们是去打仗，又不是游山玩水，用不了那么多衣服。有备无患吗？我向你保证，这一次我一定亲手摘下那个狗皇帝的首级，当作聘礼献给你死去的父母，求他们两位老人家答应我们的婚事。远清，我想亲自动手，我要用他的血洗清他加在我身上的耻辱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把他绑在你面前，
任你处置。谢谢你。好，请进。五哥，五哥，听说你明天就要出征了，我怕你来不及准备，所以找人替你做了几件衣服和鞋，以便更换。其实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。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？就算我们俩只是兄妹，我对你的照顾也是应该的。何林，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和军师不断的劝解和安慰，我真不知道怎样把这段时间给熬过来。人世间的好多事情是靠缘分和感觉的，有了缘分又有了感觉，其他的事情就不是什么道理能够说得通的。就像是我明白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想开了。你明白就好，我想你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缘分啊。好，我刚才见到你的时候我还真的愣了一下呢。怎么，我这个打扮不好看吗？不不，其实挺好看的，只是我还是比较习惯你原来的样子。人总是要改变的，如果始终一成不变，那生活岂不是太单调乏味了吗？好，那倒也是。古人说得好，女为悦己者容，我看我以后还是恢复到以前的打扮好了。其实我……五哥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看来今天是白忙了，快打起精神，我们的希望来了。好，丹丹，哎，两位公公，好久不见。好啊，丹丹，这两位公公难得出一次宫，你们可得拿出绝招来让公公看的开心。表演就算了，表演就算了，我过来只不过是想看看你，还得赶快回宫去收拾呢。哎，你们何必这么着急回宫啊？哎呀，现在宫里头可乱了，所有的人都做好了准备，一旦长安被攻破呀，都各自逃命去了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改朝换代嘛，对你们来说没有多大影响，可对我们就不同了，所以你们不紧张。是啊，唐兵来势汹汹，朝中大将多半去了江都，这长安城怎么能守得住啊？哎呀，难怪今天街上的人这么少啊。哎呀，蛋蛋呢，咱们也难得相识一场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这兵荒马乱的你们可得当心呐。拿着拿着吧。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。我以前对你们这么坏，你们却对我这么好，真不好意思。哟，我们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多少有点感情是吧？那时候你调皮捣蛋的事儿啊，给我们带来不少欢乐呢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咱们还是回宫吧。回去了，丹丹，我们可就走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回去了。哎呀，又要打仗了，没人要看杂耍了。这一次我们就不用辛苦讨生活了，就可以发一点大财了。哎呀，马上就要打仗了，也没人看咱们表演了，还发个屁财呀？你说话也不用脑子，你想想世界上哪的钱最多？哪儿啊？哎，蛋蛋，你是说咱们也到宫里转转去？蛋蛋，宫里那么大，谁知道金银财宝在哪儿啊？你更笨呢。你也是笨呢，有蛋蛋在咱们还怕找不到？走。好了，是啊，别都说了，收拾东西准备走了。
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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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奇怪啊，这么多人走来走去的，怎么没有人理我们呢？这样才好嘛，我们趁这个时候去后宫，宫妃的私房钱最多，我们去拿。好好好，快快快，这里应该很安全了。蛋蛋，这里真的安全吗？当然了，这里是御厨房嘛。啊，哎呀，蛋蛋，这里怎么会动啊？有鬼，有鬼啊。哎，干嘛？小心点。四位皇子，蛋蛋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是特地回来看你们的呀。嗯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快把衣服脱下来。哎，你叫我脱衣服干什么？我决定让你当太子，我做乞丐。咱们我来吧，我最上气派了。黑屋，快去脱衣服来了。别吵了。你们都以为我是白痴吗？居然想骗我当替死鬼。嗯，拜托了，救救我们吧。哎，其实呢，想换衣服也可以，不过嘛，不过怎么样？不过你们得先带我们去宝库看看，对吧？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。原来你们想趁火打劫。别说那么难听了，这叫做鱼帮水，水帮鱼，互相帮忙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哎。如果你再不快点答应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是啊，就是啊。对啊，快点，快一点。好吧，你们跟我来。好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你们不会把衣服脱下来吗？这样不就没人认出来谁是太子了吗？是啊，对，行。阿展，你什么时候变身了？还有呢？刚学的。够厉害。啊，等他们把衣服脱下来，咱们用它包珠宝。站住！站住！你们几个小皇子了吧？我不是太子，他才是。我是乞丐，你才是太子。是啊是啊，他是我儿子，叫蛋蛋。对对对对啊！不是不是，他是太子。到底谁是？他是太子，他是太子。住口！统统带走。
有劳程兄久候了。应该的，主公已经在营帐恭候大驾。我们现在就回营商议如何攻破连阳关。好，大哥，小弟斗胆请命，愿意担任先锋，率人前去连阳关叫阵，杀守将一个下马威。好。儿，洛阳王你觉得怎么样？久恩裴兄弟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少年英雄，由他叫阵一定会杀一杀随军的锐气。既然洛阳王也赞成，你就领兵去吧。多谢大哥。让末将去杀他们个片甲不留，稍安勿躁。是。久闻上师徒最厉害的功夫就是龟息大法，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不过这城门紧闭，倒像只缩头乌龟，有没有气息就不得而知了。城下是哪个龟孙子跑这儿来乱认亲属？像你这样的亲属我可不敢乱认，更不敢高攀呢。不会说话就少开尊口，免得让人笑话。是。大胆狂徒，报上名来。本少爷裴元庆。哼，程咬金是不是怕了本将军，竟然躲在家里不敢出来，派你这个小兔崽子来到这里撒野。杀你这只老甲鱼还用我大哥出手，有我足够了。好，本将军如果不教训你一下，恐怕你这个小兔崽子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将军，你在这好好守着，本将军亲自迎战。这老乌龟，你是想两军对阵呢，还是想单打独斗？本将军先杀了这个小兔崽子，再斩尽杀绝也不迟。好，有种。能够在临阳关里面大摆庆功宴，确实过瘾得很呐、啊！来，我敬大家一碗。啊，大哥，来。想不到随军如此不堪一击，看来大破江都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。多亏有了裴兄弟这种少年英雄才行啊！过奖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喝喝喝啊！裴兄弟，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，来，我敬你一碗。多谢大哥。本王倒认为这最大的功臣应该是柳姑娘才对啊。哦，这是为什么？倘若不是有柳姑娘这样的天下第一美女从旁鼓励，裴兄弟怎么敢如此大胆独挑上师徒呢？洛阳王说笑了。裴兄弟，既然柳姑娘位居首功，我想我们应该共同敬她一杯。对呀、啊、来来 来喝喝。
信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夜寒露重，怕你着凉，所以特意给你送件披风来。谢谢。其实像裴元庆这种只求立功不顾危险的作战方式我并不赞同。他如果不是险中求胜又怎么能显示出他的英雄气概呢？其实要论行军作战金五哥久经沙场要老练得多，论英雄自然非五哥莫属。何林，你真的觉得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？我征战沙场不是江湖械斗，不能意气用事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他暗中较劲的。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到底谁是真正的皇太子？喂，我都跟你说了800遍了，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少胡说，我才不是皇太子呢。杨耀，你也太黑心了吧，要死你一个人死就好了，干嘛还要拉着大家陪葬啊？大家说是不是？就是你，你为什么害我们一起死？你们才害我呢。干嘛要害我们？谁说要杀皇太子啊？难道你会放了太子吗？不错，对于那些冒名顶替的人却是非死不可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我是骗你的，其实啊我才是真正的皇太子呢。你胡说，我才是太子，我才是太子呢，我才是太子。好了，待一会儿等大将军一到自然知道谁是真正的皇太子了。大将军见过太子吗？没有。那他怎么分辨得出来？这还不容易吗？既然是太子，他一定是念过不少的书。只要做个考试，谁的分数最高，谁就是真正的皇太子。你死定了。嗨，偷鸡不成18米，这样弄不好连命都丢掉了呢。还说呢，要不是你们贪图宫里的金银财宝，我们才不会锁在这里呢。光脚的别笑秃头的，如果你不贪心啊，干嘛跟着来？别吵了，单单被带走几个时辰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你们还有心情斗嘴啊？都一只脚踏进棺材了，但咱师父除了天爷以外谁也帮不了他。这倒也是，反正啊在黄泉路上大家都碰得着。不要讲了，蛋蛋不会死的呀。蛋蛋你不会死的。等一下我会出题考试，知道答案的人必须抢先敲锣答题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老师请出题。好，第一道题，一点一横长，一撇到南阳，十字对十字，日月摆中央，猜一个字。开始。你说是什么字啊？是庙宇的庙。不错，答对了。第二道题，是天比较大还是月大？开始。你说，因为天上不但有月亮，还有太阳、星星，所以当然是天最大。错。你说，30天才一个月，所以月大。答对了。第三道题，有一个皇帝自认为非常的仁慈，却总喜欢灭人九族，为什么呢？开始。你说，因为把全家人都杀光了，就没人伤心了。答对了。第四道题，
有十只鸟排成一条线，站在树上。猎人射了一箭，第十只鸟被射中了，而其他的鸟却完全没有事。为什么？开始。你误会一箭，敲烂皮。既然他先敲的锣，就算赖皮也没有事。好，你说吧。因为第十只是又聋又瞎的鸟，这样一来，他就看不见别的鸟飞走了，所以就被猎人射中了。你说，因为第十只鸟以为自己很安全，蹦着跳着，所以被猎人射中了。答对了。不公平，这太不公平了。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公平呢？你们提出的问题太难了，而且我说的答案也没有错。当然错了，又聋又瞎的鸟虽然看不见其他的鸟飞走了，那当初它是怎么飞上枝头的呢？那你可不可以再提些简单点的问题啊？可以。太好了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慢着，我是不是个好人等你答完了再说。那你问吧。你是不是太子？是。怕不怕死？怕。听不听话呢？听话，而且非常听话。好了，答完了，你说这三个问题简不简单？这也算问题吗？如果我说算，你会不会有意见呢？当然嘛，我最听话了，所以你说算就算了。哼哼，聪明，聪明。来人，带。把这四个假冒太子的小乞丐推出去斩了。是。你一定很好奇，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就相信你是杨佑。其实我早知道你就是真正的小乞丐。那么，您为什么把他们全杀了？因为我要的是杨佑，并不是真的皇太子。最重要的条件是，他要听话，不能违背我的意思。难怪你问我听不听话，怕不怕死。没错。怕死的人通常会比较听话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了？你什么时候变聪明了？没有啊，我一点都不聪明，我笨得要命啊。没错，笨的人通常比较长命，太聪明了会把小命给送了。我很笨呢，而且我比小猫小狗还笨呢。行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杨佑，而且不久你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。当皇帝？我？你怎么样？我只是想问一下，等我当了皇帝以后，我想要什么大家都可以答应我。没错，只要我答应你，任何人都会听你使唤。那么我可以不可以提出一个要求？说。我希望二蛋咸菜他们可以跟我在一起。那很容易，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们。真的吗？我不会骗你的。那么我可不可以再提一个要求？可以。二蛋他们当了一辈子乞丐了，经常有人瞧不起他们，我想封他们当官，也好威风一下。没问题。哇，原来当皇帝这么好玩啊，他们一定会高兴死了。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我就保证你这个皇帝会当得更好玩。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听话的。你真的认为立一个假杨佑做傀儡皇帝不会引起文武百官的争议吗？爹爹，我正是想利用这个机会
作为试探，看看有哪些人对朝廷不满。你这个设想不错，可是一旦要是让杨广和各路反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那我们岂不是落人笑柄了？爹爹，只要蛋蛋身居宫内，又有谁可以证明他不是杨佑呢？若朝中有人透露消息怎么办？除非杨广他有胆量赶到长安城来当面对质，否则的话，谣言止于智者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多做解释。你这个计策嘛倒是很周密。等到杨佑登基，我们就遥尊杨广为太上皇，等于是宣布他已经退位。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就让杨佑宣旨禅让，到时候爹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基了。何为时机成熟啊？我们以朝廷讨伐叛逆为由，出兵平定反王，一统天下。石敏呐，我来问你，你知不知道杨广到后来为什么会尽失民心呢？因为他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而且穷兵黩武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你说得很对，可是按照你刚才的说法，如果我们为了统一天下而东征西讨，那我们岂不是不仁后尘，和杨广有什么区别？孩儿知错啊。所以说得天下者必先得民心呐。当然战争是在所难免的，可是我们一定要严守军纪，绝不能去无故的骚扰百姓，宁可军队缺衣少食，也不能对百姓强抢豪夺，这样我们以仁义之师才能够赢得天下。给你一万桂花酿，万里全是碎花瓣，甜得那么淡，心事多么伤，满脸是泪的我，你看也不看。为了和你好聚好散，不敢说出多悲伤，你的心已淡，我的情未断，怎能相信我们还来日方长。请你喝碗桂花酿，从此不再为你想，怕你